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福州，我到福州商港旺镇那个商城啊，这里面有一个菜市场，传统的菜市场，让各位了解一下福州这个商港镇他们的传统市场是长得什么样子，那就跟着影片来做介绍。菜市场最接地气的地方，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啊，有草莓，枇杷一斤八块，鹅啊，到菜市场，虾子，最接地气的就是光菜市场。哇，好多海鲜哦！等一下，你问他、啊、那是什么？不知道那是什么？没看过的海鲜。这是什么虫？海蚯蚓啊，海蚯蚓，蚯蚓哦，第一次看到海蚯蚓，很大一条。这个是怎么煮？就煮一煮吃这样，还是炒？这个那个炒也可以，用炒的、啊，煮汤也可以，煮汤也可以啊。还有啥？海蚯蚓。海蚯蚓。哦，不是沙虫吧？不是杀虫吧？这要开的。杀好了，那里你杀好了，你就不要。哦，还要杀、啊？你买杀好了，你那个拿回去。我没有地方煮啊。要什么煮啊？老板好热情。哎、那里杀好了。他帮你做。我看你怎么杀他。杀了还要洗啊，等他杀下来洗啊。杀完还要洗。用起来看起来像那个鸡肠子的感觉。是的。啊？这有帮人家煮东西的吗？没有，吃早餐的有。吃早餐的有。可以煮海鲜的、哦。市场里面有。市场店里面比较。我给你找得到啊。今天中午让我煮了。雨下好大哦！对，突然下大雨。真好。不会啊。海鲜类真的很多，因为这边靠海，最鲜的龙虾。鳗鱼。鳗鱼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福州丸，丸子很多种，里面在现做，非常不错的。老板娘很亲切，挥挥手吧，老板娘。在大陆这边呢，就是用支付的方式。哦，好多碗，这我昨天晚上有吃到的，好吃的。哇，这就是鳗鱼，炸鳗鱼，非常的不错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福州丸。老板娘，谢谢。太阳不用拍戏啊。这间记得到福州来菜市场的话，扫这间锦绣鱼丸店。这个28。十八。这个
十包。草莓卖二十块。现在南北怎么那么贵？一盒这么大一颗，用拳头比一下好了，好大一颗，这一盒二十。那这边还有一些水果，很特别的番茄，二十五块一斤，它是整串的。台湾水果很多吧？对呀、啊，全是甜的。这个老板一直在问台湾水果，台湾水果很多啊，很甜啊。哦，枣子，枣子的价格跟台湾差不多，一斤十五，大概差不多。有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这个砂糖橘，每次来大陆都喜欢吃的砂糖橘。哎，香梨耶。这边有香梨。水果很多。非常多。这老板很亲切，一直说着他想到台湾玩。对，有机会开放的时候，这老板应该会到台湾去玩。有一个腔调，其实你去听得懂的。那种啊，都是中国同胞啊。香梨一斤多少？啊，那种六块。六块啊？香梨才六块。台湾的枣子直接切啊！砂糖橘耶，老板，老板，砂糖橘一斤多少？哦，砂糖橘那不好了。不好吃啊？不甜。现在退市了。退市了，会不会甜呐？他就不当季嘛。八块。不当季嘛？那他买那个香梨。我买香梨好。买香梨要买一盒草莓啦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就买这样的水果就好。辣椒，武汉辣椒非常的多，还是辣椒。传统菜市场最接地气的地方，豆腐、豆腐、豆干。感觉像在台湾的菜市场一样，也有包水饺、豆芽菜，菜齐呀！重要，非常的多。才看得到的，连西半部几乎都看不到。靠海，所以说海产类特别很多。他在说了。直接来我们这里。给他找的。他等一下，我他东西那里过来。什么等一下？草莓啥的。大头鲢、鲢鱼。大的牛蛙哦，还有鳖，他们这边鳖，在台湾一些小城市，海产类就是，烤鱼跟做一做。这个市场规划的非常不错，把海鲜分一区，肉分一区，菜分一区，
去处把它分类，看到都很想买。辣料虾，漂亮。这边还有那个鱼哦。还有那个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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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真的是住在这边是很幸福的一个城市啊！怎么样？好多海鲜啊，逛一逛真的觉得他们海鲜类真的好多、哦、好的，以上影片是 DJ 阿周有在福州这边的香港这个市场里面为各位介绍的，希望各位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开启小铃铛，订阅，我会继续的持续的拍片下去，有你的支持才有动力。好了，感谢您，我也有支持。